大家好，我是魔力姐姐。那么今天跟着魔力姐姐，我们玩什么呢？我们要做这款食玩啊。那么这个呢是巧克力啊，是蘑菇巧克力饼干。下面呢是饼干，上面呢是巧克力。这款食玩呢有点和我们在那个超市看到的好丽友牌子的那个叫蘑菇丽的那个零食非常相似啊。不过那个蘑菇丽好像只是巧克力味道吧。也有别的味道吗？这个呢有我们的草莓味的巧克力，还有正常的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我觉得这个味道一定会很好吃啊。那么做这个呢，好像有一点单调了，是不是？那么我还要喝饮料，饮料是什么饮料呢？就是噔噔，这个，这个不是坐便，不是马桶，这个是蹲便。哇，说起来真的是好恶心呢。这个饮料呢会在这个蹲便中出来啊。这个味道呢我也很好奇啊，喝的方式呢我也很好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做这两款食玩，然后呢我来告诉你们它们的味道吧。这款食玩呢看起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来打开拿出来。哇，小饼干呢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样子。这是三管巧克力，应该就是这个白巧克力，还有我们正常的巧克力，还有草莓巧克力。魔力姐姐呢准备了一杯很热很热的水，我们要把这个巧克力放在这个热水杯里面，让巧克力融化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挤到这个模型中。这个巧克力呢已经在热水里面充分融化了，现在我们将它挤到这个小模型中。我们来看一看啊。有点烫手哎。哇，好热好热。出来出来。其实我们可以做这个三色呀，或者是纯色都可以啊。那么这一个呢魔力姐姐做一个这个纯色的吧，只做我们的这个巧克力，黑巧克力。是不是用添满吗？好像要添满一些吧。这个是草莓味的啊，我们放到这个小花朵里边。这个我们还是不要放太满，因为太满的话最后我们插入这个小饼干的时候呢会溢出来啊，所以我们适量就好。为了防止呢这个巧克力呢一会儿会固定住，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的饼干插进去。哇，你们看它就会到上面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放太多啊。还有我们的小草莓味的，哇，这个小孔插进去的话，哇，它巧克力都已经溢出来了耶。这样就好了，那我就不要动它了。我们呢其实呢还可以做这个三色的啊。现在做完的这个蘑菇巧克力呢，我们要放在冰箱里冷却30分钟。那么冷却的时候呢，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蹲便马桶的，不对，蹲便的这个饮料给做好吧。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便池 DIY 饮料啊，我们看看里边都有什么呢。这个应该是贴在便池上的贴纸啊。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蹲便，不过呢看起来还不错嘛，是不是挺好玩啊。那么我们的饮料在哪里呢？哇，这个有红色，这个粉色和蓝色是两种口味的吗？好像是两种口味的啊。那么呢这还有一个吸管，我们要到时候呢放在这里面吸着喝。那么我们先要把这个我们的蹲便要组合一下。这个组装好的这个合适马桶呢，我们来看一下，眼睛非常可爱。然后这些贴纸呢，我们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贴在我们的这个合适马桶的周围，应该是也不错啊。那么我去把剩下的贴好吧。
贴完贴纸的这个合适马桶已经变得超级可爱，我把这个便便贴在这个地方了，因为饮料呢一会儿会从这个上面溢出来，但是不会到这个地方，所以贴在这个地方正合适啊。如果贴在这个地方的话，喝饮料会耽误事儿的。然后呢，上面贴了一个斧头和哇哦，然后这个我们是有一个背景板的，这个背景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包装的这个虚线部分。我们要沿着这个虚线部分剪下来以后，作为我们的这个小马桶的背景啊，那么我去把它给剪掉吧。我们打开这个马桶盖子，然后倒入我们这个粉色的，就是调料包。哦，这应该是一个糖包，是不是？有点像跳跳糖的感觉呢。然后呢，这个马桶的这个盖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量杯，要倒入两个量杯的饮用水。然后呢，应该搅拌一下。哦，你们看前面已经开始有这个泡沫了耶。会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只要是这个充分搅拌均匀后呢，这个泡沫就会越来越多。哇，你们看啊，那可不可以看清楚呢？这个，哇，实在是太好看了啊！我们把这个我们马桶盖子合上。哦，真的是好想尝试一口，我尝试一下。哇，我刚才舔了一下这个吸管上的饮料，哇，酸酸甜甜的，简直是真好吃哎！看起来是不是不错？这个蘑菇巧克力饼干呢，我们已经从冰箱里拿出来了。那么这个冷却以后呢，这个脱模特别容易啊，我们只要轻轻的在下面一按，上面就可以脱出来这个巧克力了。哇，你看这个，这个是白色的，下边是，然后是上面是我们的巧克力颜色的啊。这个也脱起来，好了，这个完全就是草莓的。我觉得这个味道一定会很好吃，我来想一想我要吃哪款呢？这个吧。哦，这个是巧克力和白奶油，下边还有一点点草莓，不是奶油，是巧克力啊，巧克力，草莓巧克力、白巧克力和正常的巧克力都有的，我们来尝一尝。我的马桶的背景掉了，这个巧克力呢特别香，而且还不是特别甜，不会特别特别的腻，而且配上这个饼干呢会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脆。哇，真好吃真好吃。那我要再吃一个，我再吃一个这个吧，因为这个是有两个饼干的，然后上面是有三个巧克力的啊，好多呀。这个草莓味的呢有一点草莓酸奶的味道啊，特别好吃。那吃这个饼干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干，对不对？那么我就要喝这个马桶饮料啊。刚才我简单的尝了一下这个泡沫的味道啊，真的是特别酸甜啊，特别好喝。啊，好酸呐！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在马桶里喝饮料，好怪呀！啊，好奇怪。没有了吗？这个全变成了泡沫状态了。其实实际可以喝到的比较少。你看，没有，还是我的这个饼干好吃啊！实在是停不下来。这个也是三个口味的，白粉和巧克力啊。现在呢还剩下五个，那么我要留给茉莉大哥啊。那么这款食玩呢真的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啊。即便是做失败了不美观，但是也不会影响它的口感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两款食玩就介绍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魔力姐姐的频道新魔力玩具学校哟。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